现在还在受这一疯狂一面的影响，嗯，啊，这有这么一种说法哈，嗯，然后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们这个心里边吧，为什么安住不下来、定不下来呢？是因为这个里边有罪疚感、和恐惧的这些东西，嗯，这从这个角度修可不可以？或者说佛法是不是这么讲？我是说，你要去说，我你就定义说你的身心理心理，到这心理学，我们有负罪感。我们有原罪，或者我们有什么什么业力啊，或者你要是消这些业力，改变这个负罪感，你牛年马年都比较苦心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从这想，因为你生生世世的习气用好多啊，你每一世的业力都无量劫的业力在这，你这一世有限的时间几十年，你怎么消完啊？你怎么能把贪嗔痴慢疑全改了？改不了的。从修行的那一刻起，过去未来通通去不管了。你过去哪怕你昨天刚打了一碗放火，但修行那一刻这跟你没关系了，是吗？你是空性，因为接触空性正见了，这一刻就说那些东西该受报就受报吧，没办法，是吧？你不管它，你一空性就往前走，就要相向过河，急流而掉，往前走。过去未来跟你没关系的，没有过去心，现在就未来心，不考虑这些了，直接认空性是你。这个是轮回的相，你就不认了。哪怕你造一次是真谛菩萨，不认了，跟你没关，直接从空性开始。空性是如来嘛，直接安住在这个。否则，就算你造一次真谛菩萨，你要是说，哎呀，我做了一件事，我要把这件事负罪啊，怎么去改？你就算真谛菩萨，你就成不了佛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定义认知就是障碍，知道吧？对善恶的定义认知都是人类的定义认知，你会停在人道的，知道吧？你走不出去，知道吧？你怎么能处理呀、啊？处理人道，连你还三界六道，你连人道都走不出去，道德理念这不是人定的吗？嗯，是吧？你说你杀了个人是吧？昨天杀的，今天要开空性是吧？你说，哎呀，我觉悟了啊，或者是说你杀了人，我错了，我去忏悔，那也算放下屠刀了，是吧？空性就在这，这立地成佛是吧？立地成佛，但你没证的，你只是知道啊，自己是如来知道，或者你真的忏悔了，知道。但是对站在三界六道的佛，他佛为什么永远觉得哎，看你杀人了，或者说可能将来你会受报，那你可能下地狱，那你到时候念地藏王菩萨，是不是？佛不会死，他是看因果的吧？上辈子哦，会讲说为什么你杀他，因为上辈子是吧，你把他让你烤吃了，是吧？你是条鱼，我是举个例子啊，可能会这样子哦，啊，是不是？但这一世很多因果不是我们这一世能看，很多人真的是一生是个好人，因为在人类的道德评判里面总是惩恶扬善的嘛。嗯。因为我们人道有安定的，既然大家作为人了，但是呢上一世做了啥大家忘了，那这一世大家都在人道，那谁也知道好人好一点嘛？大家都说那个坏人看过了，看电影还是那个坏人快死了吧？坏人死了，大家高兴的都不好人死了都哭嘛，坐在底下，说明大家都有哎惩恶扬善，都是。有善良嘛，都不喜欢那个阴性死了是吧？嗯。但是生生世世佛站在生生世世的场合里看众生，哇，就这么轮回来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无量无边的杀业共业的各业不停的在这轮转。所以佛说你就出三界六道吧，你避免不了战争、瘟疫、杀戮这些，没办法避免嘛，是吧？佛就是密宗里边经常会说，我们人啊。别说是我们今天很和平时代，好像不相信的，你的头还被多少次割过，知道吧？我们的人头啊，你也割过别人，别人也割过你的，因为你轮回的太久远了，知道吧？是吧？别说是你做这人道割头，好像大家觉得我还被杀过吗？没有吧？
你忘记了而已，否则你那些痛苦的记忆从哪来的？也许做过猪，做过猫，做过狗，做过鱼，被烤过，被打过，被剥皮抽筋过，所以这一生很痛苦。有时候那种觉受，那种感觉从哪来？有时候一件件小事，只要你在乎，突然就痛苦的无量痛苦就袭来了。你知道那些觉受是印在你身心里面的吗？我就要说，大家失恋，很多年轻人说失恋了，痛不欲生。你问他爱不爱那个，他说也不知道，但这就是放不下。生苦啊，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，你知道，从母亲肚子里别离的苦啊，与所爱的人，就是你最喜欢的就是母亲的子宫啊，生离啊，那叫，要生苦你不知道生苦啊，很烦的嘛，很苦的，很不情愿的，很不喜欢出来的，是吧？不得不出来，要瓜熟蒂落了嘛，是吧？就是要跟母亲分离了，是吧？那个以后你跟所爱的人分离的时候都那么苦。你长大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挺辛苦的，心里难受啊，是不是？生离死别啊，所以佛有爱别离啊，和月正会啊，八苦嘛，人生八苦，生老病死就是最苦嘛，谁没有生老病死？大家生忘了，我就说举个例子，像你跟失恋的状态，死亡没来，大家都忽略不计，忽略来了再说，是吧？我说太忍了，这些人你看说。飞下来，我说你肯定会死了，大家如如不动，是吧？真的那些大菩萨挺佩服的，就是经常外星球人说，人家都不怕死，地球上其实他是不懂。说地球上人类，你跟他说你一定会死，他说是的，我们都会死，然后呢心里很开心，然后他说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，我忍胃了。我说真的，大家不知道死是啥，到死的时候他就怕了。然后现在倒不怕，他觉得离他很远，而且就他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状态。他说哎，地球特厉害，明知道会死，人家笑嘻嘻的面对，坦然面对，人家都不说不说自身的，而且人家知道，不知道吧？他们不知道，你看我们不知道。大家从不当回事，而且淡季活佛也不知道，也不当回事。谁能保证自己能终老？活到我们的终老就是活100岁嘛，120岁多，是吧？很多人我们都觉得那叫寿终正寝了，该死了，就觉得也觉得活够了。你觉得活够了吗？你心不会老的，你活不够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人会老，你只是离劲不好死了。心怎么会老呢？是吧？心不会的，所以才老苦嘛，才有，因为心不老，身体老了才苦嘛。如果心也老了，老的不带不动了，慢慢取消也是吧，它也很好。心不老才是问题，不老慢慢接受了衰老的这些事，然后活成绝望，不是很不好？你觉得？因为你看年轻时候能追求事业啊、爱情啊，追求一些人类的吃喝玩乐。姥姥不吵呀，牙都掉，啥也吃呀，是吧？谈情说爱也不谈了，事业也走到一定时候也不做了，也退休了嘛。你说干啥？你说你看孙子养花喂鸟，你知道他当年的志向哪是养花喂鸟？他不会养花喂鸟，看孙子了，是吧？那干啥呢？是吧？旅游走不动，因为旅游每天坐飞机能坐得动啊，那坐在家干啥？那假如说从70岁开始还活120岁，那50年干啥？机器不好用，那不劳苦吗？机器不好用，他妈他觉得不好用。你能活120岁？那种日子，你能活120岁？活120岁，我教你怎么活，你不用操心。你活不了120岁。咱这是讲法，你要真活120岁，真的随熄灭了。那福利这对好多事情做呢，以前没做过的才开始做了，从70岁开始做事。其实以前不知道怎么做，刚学会了，是吧？很多是较真执着，70岁以后不较真了嘛，是吧？不是谁耳顺了吗？70岁不用修到耳顺的。不较真了吗？70岁啊、无所谓了，大家都是小孩子，谁跟你较真？不是一般见识，是吧？同龄的都不算，这家都小孩子，是吧？70岁以后才好好玩了，是吧？